水墨传情 Romance in Ink 是好望角画廊从现在开始将会展一个月到明年一月的15号，我们将会在线上展览，同时也在画廊展现一些部分作品。我们收集了林子平老先生的部分作品，从他的早期绘画写生到后期的书法创作，包罗万象。另外一个画家是赖雷龙先生，他在水墨的世界里边，他是海派传人，同时具备了岭南画风，他的精致水墨非常的温馨，具有禅意，是新加坡当代的水墨大师之一。邓汝年先生，他正值壮年，接近60岁，用他的黑白线条传统的笔墨，很有耐心地画出新加坡的街景。举凡街景的这个作品，他可是数一数二的代表人物。这次的展览也包括我自己的作品，我呈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绘画方式，以多层次的色彩来表现自然风景。我把雨林世界导引系列在这一回的作品中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经过这次的水墨传情的展览，我很想探讨水墨画多元性的发展潜能，创意空间将是无限的。